所以大家如果说用反杀龟的话，可能就运气要够好。托福老太太过马路，先用这对之前先用先扶老太太过马路啊，不然太难过了吧？有够扯的一对。好。全体攻击，好，然后我只反杀龟哪一堆都一样，对，有时候不是队伍的队伍问题，是人的问题啊。好，哇，五颗光珠，哎，好，符哀先开。水火木光暗，好像都有人。剩光珠强化珠没有，还有暗珠也没有。好，往前。暗珠差一颗，光珠也差一颗，哎，我先来把它回血一下好了。水火都有了，好，太好了，这样就可以直接带走了。有了，水火木光暗都有无数强化了，接下来就是把它带走就没问题了。火强化珠天上掉了，好扯，不过这边还有，好险。这个真的很会乱天降，所以千万不要消太多。一旦有他乱天降的时候，你就重开游戏吧，我觉得比较快一点，不然会被他气死。好，这有了吧？有无数强化了，水火木光暗都有了，完美。接下来就是压个血。开开心心的通关，哇，这全消哎、欸！没有，差一颗星珠。好，记得开暗妹哦，整体伤害会比较高一点。好，哇。前面不用那么高天降没关系，后面再高一点了，拜托。哎、欸，这六十快六十了耶！哇，害我后面有点害怕。但是希望哇打4000多万，但是希望一整个关卡都这么好运，拜托了。暗珠，福爱还要四回合，有点久。希望不要运气就在前面用完啦，拜托。我们还是想过啊。啊，福爱跳起来之后就开吧。
其实这边也可以撞那个风化腐蚀一下，撞下去，然后就天降有没有？然后这边建议你们把那个星珠跟火珠留下来，斜转，哇，没斜好，天降好，这三颗不会不天降吧？我决定来赌一波了，这不天降真的是很过分哦。应该是不会不给我天降吧？好，直接转，三颗暗珠，有直接天降给我了，太好了，谢谢你，天降谢谢你，我们永远感谢你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后面的不是很优啊，25康而已，顶多打一半吧。哎，过了，这么厉害的吗？我的天啊，好，好猛哦，我还会打不过哎。哦，25天降，25康就可以这么猛吗？哎、欸，很棒哦，呵呵，很棒很棒。他竟然过了！我们刚才不是20几康都没过吗？为什么这次可以过？黑人问号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难道我的反杀龟也开始硬起来了吗？呵呵，没事。好，我现在躲在被窝里面偷跟台，哇，辛苦了。好，基本上那边就磨到跳起来，应该是没问题。老司机。老司机载载我，好，差不多应该也快跳了。行，点球跳吧，还没，我们差一回合。哇，糟糕，按住好多。好。看那眼球到底什么时候跳起来啊？好，可以，应该是这回合没问题。拼一波了，来吧，全开。可以，来吧。拜托你。哦，这个火珠星珠听起来好多，有机会哦。这火珠爆亮了，哇，运气好好哦，我的天哪，太赛吧，真低赛，我只听见赛一波，哇，这真的蛮晒的。好，过了，完美。这边没有福爱，我觉得很难很难玩呢。是有机会过，但是很难啦。我觉得你回血就等于是你要靠星珠啊。哇，打快两亿耶！这队蛮有潜力的嘛，很棒很棒，好。福爱这个回血真的太 OP 了，好，今天我们就一 combo 带走他就行了。不过记得最好是可以留那个火珠下来啊，等一下一关可以爆发。好，剩下来一扛一扛。不过眼球会不会跳起来？好像不会跳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眼球跳了，太好了！
火猪会不会太多？消一猪好了。哦，我应该消多一点属性猪的，不然要死了。怎么办呢？再消一种属性猪，木猪好了。好，我决定要再消多一点的血量了，要回多一点血量再开爆发，不然爆发有时候会不够。哎，不对啊，这边要打40连击才能，所以我们也还是要待一下才行。好，现在这边就是磨过去就行了。光珠、火珠，睡觉的晚安喽。完美。可以过了，开爆发吧！这样的话有没有机会一波带走呢？等一下。该还的总是要还吼，到王冠之后就没天降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当做祭品，好不好？祭品文，希望等一下会有很高的天降。好吧，我们这个当做牺牲牌。啊，其实这时候让你少天降，不过王冠让我多天降就行了。你这边回血回怀就好了。好，打一次。Oh my god！ 完蛋了。哦，好巧好巧，天降，吓死我！好，运气不错，太好了，天降多一点，有这个天降蛮多的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可以可以，还行还行。哇，天降到快50了耶，50突破52，太好了，完美通关。4000多万哦，好，今天这边是最关键的啊，这边磨不过，一切都别讲了，前面的努力都化为泡沫了，所以等我洗好技能的时候，请大家帮我刷个眼球好不好？我希望可以过。尽量把火珠留下来。好 ，CD2 其实也快了。好，我们排个版面好了，至少我们手消要多。好，就决定是这个版面了，来吧，加油！
打眼球，帮我刷起来，帮我刷个眼球好不好？拜托你们了，我们要看可不可以过啊！啊，其实还不错，好，这个手消到14了，哇，这天上一大坨星珠，怎么回事？糟糕！有有，哎、欸，超过30了，超过30了，这很可以，40了。50，这个很可以啊，直接过了啦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刷眼球给我，哇，这个绝对没问题啊，666，但这队真的不好打，不推荐大家，不推荐大家去用反杀规模，除非你真的没有队伍了，你再考虑用这队吧。反正这真的没有，心脏要很大，不能说100%通关。哇，是可以过哦，临时过，那真的是运气啊！我们打三场才过一场，1/3的几率。谢谢大家的眼球啊！哇，天哪，只有天降突破天际了。好吧，反杀龟就这样过啊，临时。好，哦，直接解一个成就哎、欸。三个种族